大家好，本期分享一个这一个 QQ 自定义，自定义一款修改 QQ 永久在线机型状态的这一个软件，包含这是永久脚本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可以修改你的 QQ 的手机型号，没有二次收费，不封号，可以直接使用，是永久在线的。所以不必担心关闭软件和电脑就掉线了，它是不封号的，没有二次收费。大家看这个是效果图，可以修改成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是下载之后的百度网盘的教程内容，这个是软件，这是教程，这个是效果图，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这套教程的话，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QQ 自定义，或者 QQ。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